改披台湾维新党战袍，搞路已用22号在族人陪同下前往台北市选委会登记参选平地原住民立委。有族人表示，希望力推搞路已用进入国会，为族群权益发声。因为她是我们唯一阿美族女性年轻的参选候选人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阿美族的文化只有阿美族会懂，所以我们就是要让搞路来带领我们阿美族去传承所有的东西。搞路已用则表示，随着选举接近，蓝绿两党流于意识形态操作，为了捍卫原住民族权益，决定披上台湾维新党战袍出征，力拼重返立院。多元文化的议题，以及我们所在意的经济产业的议题。这个政党虽然很小，不大，但是我加入这个政党，完全不会觉得违背我最中心的思想跟价值理念。搞路已用强调，台湾维新党虽然是小党，但与自己的价值理念相符，将挑战再进国会，实质监督政府对原住民族的每一个承诺。动算！原视新闻，鞠谷乌溜台北市采访报道。